材料做法都非常简单，我这里呢就有100g 的粘米粉，100g 的低筋粉，我会加入6汤匙的砂糖，1汤匙泡打粉，那我们就搅匀啲干性材料。嗱，呢度咧就200g 嘅清水倒埋落去，搅匀佢，搅到冇粉粒顺滑嘅状态。跟住咧，就將啲粉漿倒入個紙杯度，就倒佢9分滿到啦，水滾啦，就大火蒸佢15分鐘。